我铃铛也放哪里？不是在这边咯。难怪找不到。我最近在想，有空的话要不要一起出国？为什么那么突然？没有啦，我最近工作那么忙，就想说可以大家聚一聚。然后妈都那么老了，也没有出过国。也可以啦，可是最近我们比较忙，等我们有空的时候再计划咯。那我们走了，要听阿妈的话，拜拜。拜拜。不要。你什么都不要？你要吃什么？不用吃。不要吃东西。吃一点粥就够了，好吧？这个你要不要？要。你要啊，这个。嗯。你喜欢啦、嗯。真的。嗯。你要吃这个啊？怎么？你吃完了，阿妈才给你这个。OK。OK 啊。嗯。Oh, OK。来，阿妈喂你吃。你看阿妈放这个波德多下来煮的嘞，从早上5点啊煮到现在，你懂吗？你闻看，很香，香吗？香。哦，香，你就吃多一点啊，啊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好吃，吃多一点。你看啦，你还讲不要吃。啊。阿妈，你干什么？阿妈在看以前你爸爸小时候的照片。我跟你说，你知道吗？以前你爸爸小时候真的顽皮啊，整间屋子都要给他掀倒了。后来，那个时候阿妈带他去学游泳，阿妈不知道他的胆量这么大，他有一天会从那个高高那边跳下水，真的吓到阿妈。阿妈以为他不会游啊，原来他还会游嘞，就游回来耶。哎。那个时候真的吓到阿妈，以后你长大了不要学他这样的顽皮哦，真的阿妈受不了。喂，你都睡了。你不听阿妈讲故事给你听吗？啊？这么快就睡了啊？阿妈唱歌给你听哦。妈，今年年底我们一起去香港。哈，香港啊！你以前不是说过你要去香港吗？是啊，
那么要早点去订票，听说早点去订票会比较便宜。放心，我会处理的。那么阿伯有没有跟我们一起去？有啊，我们全家一起去。那就好了。阿嬤，我喂你。什么来的？巧克力。巧克力啊。真好吃，乖。阿嬤，你病好了，我们一起去旅行。好啊，乖。乖啊，妹吼，我的阿妹很乖。阿嬤，出来吃饭了。阿嬤呢？不是叫你去叫她出来吃饭吗？阿嬤在睡觉。我们先吃吧，等一下留一点菜给妈。话说去香港的机票我已经订好了。那你订几时的机票？差不多年尾这样，希望那时候贸易好一点。